现代几何的摩登魅力，斯维尔就是女人的隐形的翅膀，以温柔的守护聚裹，让美丽质感性感翱翔，享受薄如蝉翼的轻盈，堆叠出摩登华丽的层次。轻量拉提 Easy Cut 弹性布料，舒适透气质感，全是性感的每一面。舒体美型 Wing Core 凉感魔力托片，搭配舒压垫以及加宽缩垫，精准包覆，带来舒适自信。透气之间，大势美丽，自然爆红。Smart Lady 的隐形翅膀 Swear 让性感起飞。19秋冬新色透阳紫，上有复刻绿、黑色以及白玫瑰。有很多手机、摄影机等大家的视线。好，再请大家一起看向右前方。正版版已经预领临摹，你先行的稍息休息一下。我们现在要请小韩，是不是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？Hello， 各位媒体朋友，还有各位长官，下午好！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谢谢大家。之后舒婷美型啊等等的优点，跟大家都非常清楚。但我觉得在今年夏天，虽然说现在已经要中秋加秋天，可是因为台湾的天气真的是太热了，所以我觉得它的 Wing Cool 凉感脱片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特色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夏天对我来说，尤其我前阵子在内地拍戏的时候，真的非常非常热，就觉得内衣都有点，不要说是内衣，衣服都穿不住，都不想穿衣服。所以我觉得而且内衣又是最贴近我们的第一层肌肤的，所以我觉得凉感脱片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加分，让我在夏天的时候不会这么闷热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很热的时候，女生其实更不想穿内衣，因为太贴身了，所以会对透气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对，这是我觉得这次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对，那小王刚刚提到我们在内衣拍戏，你知道之前在拍电影的时候，是听说一群94年后的小鲜肉，不知道你几岁，然后所以一直跟你搭讪，好像要跟你交朋友，就是让你有一种现在开心的感觉。我觉得自己在那边这样讲，其实有点害羞。对，因为就是我之前在内地拍戏的时候，因为人生地不熟的，所以我们的演员，然后会有很多当地的朋友会来探班，看我们拍戏，就很好玩这样子。其实他们来看我拍戏的时候，也搞不清楚到底几岁，而且他们也不好意思，就是直接问，大家都觉得年龄是女生的秘密，对，他也不敢直接问我。那其实，在剧组里面，他们剧组的人知道我几岁，可是不是每个，像工作人员很多就不知道我几岁。然后他们知道我上个月过生日嘛，然后来探班的时候就说，哎，听说你快过生日啦，那我们大家帮你办一个生日 party 什么什么，买了很多蛋糕，然后就过了一场很盛大的生日之后，其实他们还是不知道我几岁，岁数这样。然后就过完生日之后，就是常常约我出去，就觉得我空班的时候休息都想约我出去什么。吃饭约会我全，然后我问你，今天你居然叫女王，受到一群小鲜肉们的包围，就是有点微微的小小小偷笑，可是反正最后我现在拍完回到台湾，他们还是搞不清楚。到现在他们还是不知道你。对对对。那我知道其实拍戏也很辛苦，比如说小王在剧里面，因为戏剧的要求，所以需要你穿吃瘦身餐。是。那我知道，因为小王是我们所有人代言。身形的维持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因为瘦身上我们会瘦到不该瘦的地方，所以自己有一些小 paper 分享给大家，要怎么样瘦在对的地方，然后维持身形的曲线还可以更好。我还记得就是刚接这部电影的时候，导演希望我打扮的比较美式 style， 所以可能常常要中空啊，或者是裤子都很紧啊，上半身也是很紧，这种就是身材要很好，所以在开拍前其实就很勤劳去了健身房。然后一到内地之后，导演看到我还是不满意，他就说不行不行，一定要来减肥，所以就订了那个瘦身餐给我吃。然后我看到瘦身餐我就傻眼了，我说导演知道我在台湾是有代言内衣的，你不要这样整我。然后说我的缩水的话你要负责吗？他说哦好好，那你有什么要求？这样我就说哦，那我里面一定要很多的坚果，然后我还要配那个豆浆，早晚都要配。蛋白质还是要吃，他不能这样子让我。
缩水回来怎么跟大家交代？就是到夜店人员，就是你全组是陪你一起吃这个健身的？全组都是吃瘦身餐，可是只有我有高级待遇，对，就是有坚果啊、那个豆浆那些的。哇，谢谢小孩今天跟我们的分享。那我们这期小孩再让我们，再让我们稍微补充一下。好啊。160个，还有这个160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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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60个